我到现在还在怀疑，你看，当年我的那些话，赵默笙，我但愿从来没有。是不是正好给了你远走高飞的理由？赵默笙，你猜我这几年有多恨你？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经常梦见他，而梦见最多的，却是他要跟我说分手。 他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男朋友，都是一个很优秀、很厉害的人。万一他也会遇到这种困难怎么办？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但他应该不会想我吧？你看。 陌生的，接触正在哪儿吗？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当时的样子，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从上到下都是绝望啊！他那么高的一个人，居然会露出那种表情。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，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，我却不能。 老天虽然给我们开了那么大一个玩笑，但我知道，赵小姐，想要遇见的人，终究会遇见何先生。只是我知道，这一场等待真是……我是过去还皮夹的。除了还皮夹，没有别的事。你要我照片做什么？谁知道？也许我想放在我身边。 时时提醒我那段愚蠢的过去。是愚蠢的过去吗？你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，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，为什么选择放弃已经有的事业，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？我前两天啊，看到我们的赵小姐，似乎改变不小了。不知道这个赵默笙这次回来什么时候再回去啊？那万一明天走了怎么办呀？ 那你岂不是要抱着你的法律打一辈子光棍？太可惜了吧！没什么能影响到我的。他早已不是我生活中的人了。赵默笙，梦啊，梦是圆梦，生是一种乐器。 敲敲是别离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今晚的世界，什么都改变了。以他的这种工作方式，即使是英年早逝，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何况是小小的未出血。我才离开你多久，你就把自己弄成这样？ 是不是傻的？如果我在以琛这边是不是就能这样？所以你说这几年里面，我都是怎么过来的？之所以以琛只要一遇到赵默笙，所有的成绩都可以打个折扣。我觉得以琛是个什么样的？冷静理智，客观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是他的不冷静、不理智。
知道的情况下一走了之，好，你告诉我，这次你还要再去几年？事情解决完了，承认吗？你今天发过，你让我抱怨，再抱里面，我就是想抱着你。赵某神探，他在国外结婚了，黑警离婚，可是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啊。 你一直在等我，我当不了了是吧？我要终身一辈子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的，再也不会。没有。怎么了，王生？做噩梦了？所以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我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再也不会了。 这是我的，赵默笙，你干嘛呢？和律师，陷入爱情，无法自拔了。他就和我说，这呼吸狂魔你。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是担心你，今后也不会吃亏的。我倒是觉得我捡了这世界上最大的便宜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怎么这么失败呢？我都追了人家这么久，那你一直要厚着脸皮死缠烂打。不准备再大学找。一口二闹三上吊，那我就先排队。 是为等你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先不有优先录取权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有帮你说话吗？有的啊。你是叫我不喜欢我没关系的，但你千万不能喜欢别人。然后他就举手投降了。你也要不是我传的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知道，因为是我传的。我赌账，默笙，赵默笙，你说你跑这么慢啊？ 我当初是怎么让你追上的？等着我，一定回来。 发誓青春还没开始就已划伤了句点，发誓我们还没熟络就已生疏的寒暄。当律师这些年吃过亏，上过当，我还是会是律师。能不能试一试啊？说天下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谁能全部管得过来呢？你已经能帮一些，很厉害了。你说的对，以后我会尽力多帮助一些。是你，让我即使。 能够洞察人的生活，却依然可以相信人性的光辉。没想到大律师还会这样。想学吗？我教你。好啊。灯光、烟火气，可口的饭菜，还有家人的笑容，你说我一直向往的生活。自从爸爸去世后，我也再也没有。可我现在又找到了。以后只要有我在。 你的家就在那，还在睡觉吗？还不起来。我要再睡，那我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了。这个四处人渣该怎么办？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不过我希望你盼望不起。快起来。嗯。 希望我永远有能力保护好你，永远让我爱你的心。千里送你，哇！你跟我也能一样。你跟他好不好？好。我知道。 这个世界什么都善变，可是说真的，眼前这个人，他让我相信永远。王生，你。
愿意嫁给我？可惜林草有主，他就是和他大学时期的初恋修成正果的。